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吗？足球场。杭州吹风。你们在我的心里。一博老师害羞是什么样子的？不错。要稍微狰狞一些，就是那种感觉，怎么变怎么变怎么来，或者是这样的。听妈妈在浪里，听妈妈，我还在那条街里好干。不错哎，亚米，你在什么时候唱啊？这里是不是你那段？啊，这是哪里啊？我在他后面的。听的时候我就搞不清楚，我到底是在哪一段唱？什么情况？怎么那么乱呢？我自己认为的实力还不如一些长得好看的女生，就光凭好看。我跟赵又廷坐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有，还好我这边还坐着高晓松。也许是的，但这是创造101想要的女团吗？